你叹什么气啊？我只是没有想到，你竟然是……你说什么？还记得你大一的时候，我去参观你的学校吗？记得。你有一个很娘的男同学，一直班长长班长短的来找你，我当时还以为你应该是当小骚林老公的料。小骚林？哎，不过现在这样也挺好的，你这老公又高又帅还有钱。你怎么知道？这还不明显吗？他一看就是大猛一呀。我是说，你怎么知道会有男人喜欢男人？哥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？我觉得霍哥挺不错的。我之前一直觉得，像你这种喜欢照顾人的性格，在恋爱当中肯定是牺牲的一方。但是我发现他对你也很体贴呀，而且看你的眼神就好像在说，除了你以外就再也容不下别人了。是吗？你是不知道，他有时候幼稚的不行，简直拿他没办法。我没觉得他幼稚啊，他只有在心爱的人面前才幼稚吧。哥，你一定要幸福啊。你放心吧，我现在很幸福。